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四，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县区时间。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壶关县委中心组召开第19次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壶关县委书记李全兴实地调研城市建设工作，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壶关县委书记李全兴深入部分乡镇调研脱贫攻坚、乡村旅游发展等工作。五到五志在行动，今天播出壶关县石坡乡南平德坞美丽乡村入画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壶关县委书记李全兴主持召开县委中心组第19次专题学习会议，学习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对当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李全兴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领导带头，层层抓好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和省委重要会议骆惠宁书记讲话精神，要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行，确保学深学透。特别是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认识18大以来的历史变革和历史性成就，认识我国发展阶段性的特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认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认识2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性任务，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李全兴强调，要明确要求，逐项抓好落实，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条例，准确掌握条例内容，深刻领会条例精神，用条例规范机关工作，强化机关职能，坚持从严治党，努力创先争优，发挥好党委工作机关的作用，完成好党委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要切实抓好巡视巡查工作，认识其重大意义，抓好巡视整改，强化巡查监督，发挥好巡视巡查的利剑作用，为壶关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创优环境抓发展，坚定转型抓发展，深化改革抓发展，围绕项目建设、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抓好经济运行。要抓好环境保护工作，抓好环境整改、监管、把关等各个环节，现有不达标企业必须抓好整改，新进企业一定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央省市要求，加快国企国资改革步伐。李全兴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兼顾，抓好当前脱贫攻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三基建设、防汛减灾、信访稳定、城建拆迁等工作。处级领导要发挥好包抓乡镇作用，抓好分管部门工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主动担起责任，找准工作着力点，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以优异成绩迎接19大胜利召开。会上，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长孙伟领学骆惠宁书记在省委常委会分析上半年经济工作时的讲话和骆惠宁书记在深化全省国企国资改革会议上的讲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郭泰国领学骆惠宁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时的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郭伟领学骆惠宁书记在学习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时的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毛晨霞对《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进行解读。副县长、公安局长王慧清领学骆惠宁书记在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在山西环保监察反馈会上的讲话。湖观台报道。日前，壶关县委书记李全兴带领县财政、住建、国土、交通等部门负责人和有关镇村干部徒步3小时对县城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并现场办公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道路怎样拓宽，停车位该怎样设置，如何才能有效缓解县城交通压力。下午2:30，县委书记李全新一行带着这些问题，先后徒步深入古城路、南城街、工农街、新建路、府前街、团结街、水上公园等地，以及北大街、工农街西延至207国道的道路拓宽改造工程现场实地调研。调研中，李全新一路走，一路看，认真对照设计规划，一步一步丈量，一米一米计算，非机动车道宽度够不够，绿化带多宽合适，停车位这样建能停多少辆车等等。每到一处，李全新都问个明白，看个仔细，探个究竟，对县城规划建设全面会诊，现场办公，要求住建部门要一一对比论证，务必精雕细琢，力求科学合理，不留败笔。之后，李全新连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领导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镇村干部意见建议，对县城建设工作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就进一步做好城市建设工作，李全新强调，城市建设旧城改造是进一步完善县城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重大工程，也是提高群众幸福指数、打造宜居生态湖观的民生民心工程。全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凝聚共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共同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一要做到科学决策、顶层设计。城建国土部门要强化规划意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创新思路，在符合群众意愿和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县城建设规划。二要做到土洋结合，彰显特色。要坚持高起点设计，高质量建设，各种建筑要合理布局，既要提升品位，又要突出特色，更要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三要做到长远规划，分步实施，要提前谋划设计，科学安排施工，稳步建设推进。在实施路街拓宽等工程的同时，要同步抓好供水、供暖、供气、地下管网及电线网线等基础设施的规范建设，进一步加大城市综合执法，提升县城管理水平，让全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真正把我县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商的生态美丽、旅游开放之城。湖观台报道。日前，湖观县委书记李全新深入东井岭、树长、俄乌等乡镇，就脱贫攻坚、乡村旅游发展、五到五治、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在东井岭乡南岸上村、树长镇汪流水村和俄乌乡黄崖头、黄崖底村，李全新深入到部分贫困户家中实地走访。家里几口人，家里经济来源靠什么，子女都在哪里就学工作，李全新一进门就与他们拉起家常。当得知在乡镇和帮扶单位的共同帮助下，部分贫困家庭的收入稳步提高时，李全新感到十分欣慰，鼓励他们要坚定脱贫信心，乐观面对，积极克服困难，在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扶持下，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早日脱贫致富。李全新要求乡村两级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包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精准脱贫工作中，扎实做好贫困户的脱贫帮扶工作。要结合村情实际，按照因村施策、因户施策的要求，创新机制，积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着力培育一批短期能见效、长远能持续的产业，真正实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提高群众满意度。在抓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要抓好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改善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形成长效管护机制，想方设法把关乎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利用好，打造美丽乡村，实现脱贫攻坚与各项工作同步推进。俄乌乡黄崖底村位于太行山南腰，与河南辉县相连，全村由三沟六坡组成，因深藏于陡峻的太行峡谷之中，上距湖关俄乌村海拔落差1000余米，下与辉县市源村也有800余米。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这里雄峻险奇，狭长全多，吸引大批自驾游游客来村里旅游观光。李全新深入部分乡村农家乐中，仔细询问农家乐经营情况。
当得知部分贫困户依托当地旅游资源自建农家乐时，他非常高兴。他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乡村旅游是增收富民的一个有效途径。相关部门要依托本地生态资源，把乡村旅游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整合乡村旅游资源，科学编制乡村旅游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用市场化手段宣传营销，培育拓展市场，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质量和品位。农家乐建设要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特色化、优质化，引领贫困群众打生态牌、走旅游路、拔贫穷根。乡村两级干部要大打生态旅游牌，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发展乡村旅游，通过走出去学习、开阔眼界，不断提升发展品位，真正把乡村旅游培育成助农增收、带动就业的富民产业。湖观台报道。湖关县石坡乡南平头坞村在五到五治专项整治行动中，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绘制彩色乡村，改善了村容村貌，提升了乡村品味。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湖关县石坡乡南平头坞村，在我身后啊，您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屋都装扮一新，五彩缤纷，就如同进入到了画中一般。环境好了，村庄美了，很多游客都慕名而来。每逢周末，很多人都纷纷结伴来到这个村子里，欣赏乡村美景，放松心情。挺漂亮的，今天就是看见这个颜色挺漂亮的，然后挺吸引我们的，我们过来这转一转，看一看。五到五治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南平头坞村借助毗邻大峡谷的优势，因地制宜，精心设计规划，由帮扶单位省广播电视台联系涂料厂商，免费提供涂料，把村子打造成彩色村庄，让村庄旧貌换新颜。同时还完善村规民约，建立长效机制，营造了干净整洁、优美有序的宜居环境，村民生活焕然一新。村上很好，很大别样，老百姓要出来瞧见可可爱了，瞧见就都是欢天喜地的，五彩缤纷，瞧见这七彩村庄可好的了，就心情可舒坦了，出来给哪些走走也干净也幸运。下一步我们计划进行彩绘5000平米，这5000平米包括旅游的内容，包括文化的内容，包括传统文化内容，就是我们提升我们整个村，围绕着这个美丽乡村的建设，从生态文化还有这个色彩的丰富性上，我们打造北方的一个亮丽的一个彩色乡村。湖观台报道。以上就是这次县区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